其實咧就響依個行業我做咗都有二十幾年啦，咁就每日都會見到啲唔同樣嘅企業咧，都出現啲財務嘅問題，但係佢哋就冇去揾啲啱嘅advisor 去俾啲 advice， 咁就有啲公司咧就將個問題越搞到就越大，咁其實就我覺得。在这个 market 里面其实是很重要去找一个对的 advisor 去帮公司怎样去解决一些财务问题。其实呢我就觉得这些公司呢是需要一些好 的 advisor 去帮他们忙。在我其中做这么多企业重组 的工作呢，我觉得能够帮到企业去怎样去渡过这个难关，是我自己本身的个人 的一个满足感来的。